找到了。天哪，开枪了啊。哦哦，一二三，聚聚聚。牛叉没有？没有。羊有？张有个G，都有。朱玉明，明有个G，汪更没有？汪更更是鸡有？李东阳，阳也有G，有啊。嗯，东阳好，汪更张玉琪拍出牛超没有？李东东阳阳朱玉明。Oh my god， 不一定吧？其实线索不只是指向一个人。对，每个人的不一样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有可能错误的。先看看这个，嗯，这个 for love 粉的给我。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，手工卷，我们先往回走吧。好好。一会儿啊，嗯，这样就咱，因为咱们两个的线索就是猜是汪更可能性最大嘛。对，咱俩就是炸他一下。对，就是玩一把嘛，就是整蛊嘛。对对对。不管怎么样，嗯，一会儿过去就是。汪更，张曼假意配合，还装是吧？露馅了吧，汪更？你看看汪更什么反应？就我负责炸，嗯，你负责看他表情。好，好，好吧，没问题。汪更，嗯，汪更，汪更，汪更，嗯，自己说吧，啊，汪更，就啊，汪更，再装，汪更，我都没有你会演，真的，我发现你超级会演，装再装，超级会演。反正我和张曼觉得这上面的线索真的挺明显，我想知道你一会儿怎么解释一下这个卡片。哎，汪更。装，要不然你解释明白一个线索，要不然狼就是你。不要再念 rap 了，你闭嘴。叨叨叨叨，这是我看过张曼最沉默的一集。是不是很沉默？张曼有个问题，真的一直很想问。好烦。不管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啊，还是有一些节目组里的嘉宾啊，都会觉得我有点，有的时候很傻，就是。就我今天想让你给我一个实话，我到底傻不傻？傻呀，傻呀，傻呀，傻呀！傻呀，他啥都没听进去。